欢迎空白，欢迎听到愁情啊。空白，佳佳在播吗？他现在在不在播啊？有吗？他有没有在播？欢迎木子老师塞我什么赛网？哎，他不是休息了吗？他现在是休息还是怎么？按部就班，我们打开心扇。什么赛网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啥意思啊？没太懂啊。赛网就是休息啊，他在休息是吧？行，下次我们就打佳佳，让他摆五个性感 pose， 行吧？下次我们就打佳佳，让他摆，好不好？行吧？哎，你是不是特别支持他呀？他是一个很搞笑，我天哪！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了？你啊？哦，是哦，你太惨了吧！啊哈哈，是啊。欢迎唯一啊，你太惨了。哎，这样子呗。啊。哎，空白，你说这一局我们玩不玩啊？玩不玩？你要不要帮我打？我们玩。就这个。传这个特效啊。哦，还带个这个吐血呢。那我不行，我不能画，我画不了。哦，对，你不能画。我也塞不了啊。哦，对，属实，你带了，属实，我搞不了这个。哦、欢迎我犯过最大的错。不是，就帮我一把嘛。那我把这个去了，然后。嗯，你惩罚我。如果我赢的话，嗯。嗯可以。那你惩罚我什么？那你可以画脸吗？我画不了啊，我这只能我可以画这里，就但是看不到，有点看不到。我特别想让你在额头上画个眼睛。我可以点个红点吗？点个红点怎么样？行吗？那不是更美了吗？我才没有那么心好呢。啊！我不想画脸，我刚刚重启一下，我不要画脸，我体力。那你就在额头上贴一个王吧，就贴三个纸条，然后再竖一条王。如果输了的话，你这样子，我要输了，我给你。头上戴三样东西吧，好吧。三样东西。给你头上戴三样东西。就是我要输了是吗？我输了，给你戴三样东西。要是你输了，你也可以戴三样，你把这个特效取掉就行了。好，来吧，戴三样东西啊。嗯，好，闭麦了。哎呀，哥哥们。666666，你不能打他，你怎么就不能打他呢？欢迎伤心的酒吧，欢迎。当当当当当，欢迎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依然妹妹直播间，欢迎银宝，欢迎笑看红尘。单人同的旅途，等下一站结束。的祝福，当当当当当，哥哥们下午好哦，欢迎来到依然妹妹直播间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大家我们可以点点赞啊，然后点一点赞哦，点一点啊，主播马上给大家唱首歌听啊。咱们有票的歌可以上票，没票的歌我们点点赞，好吧？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！送入云天的路，连着记忆的湖，金光闪闪的殿堂，忽悠前尘的脚步，朵朵莲花盛开的佛前，感念着仁慈的光。
祈祷思念的青藤，妈妈踏上红墙的窗，拉萨屋檐的细雨，理想的心的铃铛，踏着沉重无辜的交换，在你你最近的路上，拉萨屋檐的细雨，认真了新的绽放，望着青灯古佛的身影，在想你面庞的夜晚。欢迎大家来到依然妹妹直播间，欢迎 Miss 李，欢迎九九，谢谢一路来哥哥，你好啊。家人们，对面十一票啊，我们有票的哥哥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打一打他，打打他。春天雨衣零落的衣裳，滋啦啦哒哒哒哒。谢谢小石子。拉萨午夜的细雨，淋响了心的铃铛啊，踏着沉重。交换在离你最近的路上，拉萨午夜的细雨，认真了新的绽放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参与一下红包和福袋，参与一下咯。谢谢大家，欢迎天道酬勤，大家没有加团的哥哥加一波团咯。欢迎烈火啊，我们输了。我们好像是输了哈、啊！天哪，我们两下也不是，真的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咱们俩啥也不是的感觉、啊。谢谢大家啊！大家没有加团的哥，我们再加个团，我们占一个榜啊，送一个小星星，占一个榜哦、啊！欢迎大家来到依然妹妹直播间，我是一个唱歌的主播。大家可以帮忙点点赞吗？把赞点一点，几点一点，谢谢用户。欢迎大叔，欢迎，感谢舍得，谢谢。对，大家送送小星星啊，送送小星星，给大家唱一首歌，送给大家。很开心认识大家，有多少哥哥是第一次来啊？是新来的哥哥，可以在公屏上扣一扣一啊，让我认识一下大家啊。让我认识一下大家好不好，唱一首最近很火的歌啊，送给大家。对，谢谢舍得。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，点燃一只寂寞，斟满一杯失落，想象的洒脱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现在的我越来越脆弱，信了你的承诺，陷入爱的漩涡，怎么挣脱你给的枷锁。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大家我们可以抢一下我们的福袋哦。有多少哥哥是第一次来，扣一下一，让我认识一下，谢谢安哥。进来的哥哥都扣一扣啊，让我认识一下大家，扣起来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我受不了思念的折磨，我用心的诉说换来你的沉默，想要这样的结果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是你让我越来越寂寞，早就失去把握，真情任你挥霍，灵魂惊慌失措着了落。这首歌叫你能不能不要离开，喜欢喜欢，我们666扣一扣啊！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
什么，点燃一只寂寞，斟满一杯失落，我并没有你想象的洒脱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现在的我越来越脆弱，醒了你的承诺，陷入爱的漩涡，怎么挣脱你给的枷锁。谢谢缘分，谢谢。对，这首歌特别好听哦，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听啊，最近很火这首歌，大家抢的红包都可以送一送啊，送一送赞赞榜。谢谢西元，谢谢。你们还想听什么歌吗？哥哥们想听什么？越来越脆弱，哒哒哒。你们多少是新进来的小伙伴，我们都扣一扣啊，我们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哦。当当，然后当当当当，我们还有三分钟可以抢福袋，还有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哦。啊，四九九，主播今天好不好看啊，哥哥们，主播，感谢狮子，加油加油，嗯，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。主播是个新主播啊，希望大家都能照顾一下，支持支持啊，支持支持一下。眼睛好好看，那你觉得我本人会不会好看？你觉得我本人会不会好看，哥们？欢迎忽悠。我穿那件衣服你会喜欢，只为能够让你多看一眼，爱不爱都不敢确定，哪来的心安，说算了还不忍说再见，看不透。我为你喝醉了你都不管，你猜一下。我让你心疼说与你不甘，这是什么爱，感到危险，算了我自寻伤害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，这是爱情的深渊，我不想再深陷，只怪你情绪下的诺言。对，你猜测一下主播好不好看啊，主播，主播肯定特别的美，是不是啊，哥们？主播不会丑的啦。爱不爱都不敢确定，哪来的心安，说算了还不忍说再见，马上可以抢福袋了，哥哥们。我为你喝醉了你都不管，我让你心疼说与你不甘，这是什么爱你都不管，算了别互相伤害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。恭喜大家抢了福袋。这是爱情的深渊，我不想再深陷，只怪你情绪下的诺言。我对你爱又不敢爱，恨又不能恨，进退两难，你对我人在这里，却心在那一边，忽隐忽现。这是爱情的深渊，
对，晚一点我还会发哦。哦，谢谢大家占的榜哦，感谢大家占榜 ，Thank you。哇 ，Hello， 你好，小姐姐。Hello， 你好。你是唱歌的吗？也行。哇，你的背景好好看哦，欢迎超越哥哥。那个行，那我们才艺局怎么样？谁输了谁唱首歌吧。Okay. 然后过程要玩吗？ Okay. 你说。过程都可以，你说吧。嗯，过程那我们就不玩了吧，我喊家人们点点赞。嗯 ，OK， 好。嗯，好，那我闭麦了哦，小姐姐。哇，嗯、你的那个背景好好看啊，真的。抖音一号。对，好好看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做的？真的。嗯，星空顶。星空顶啊，哇，那你这个花了重金哎、嗯，真的。是呢，到现在都没挣上来呢嘛。哇，真的是你花了重金打造的，太漂亮了啊、嗯！来，哥们，我们点点赞吧，来，我们点赞。好，来，我闭麦了。好，闭麦吧。嗯嗯。唱歌，你确定吗？哥们，我们右下角点赞，点一点啊，点一点。来，来看着我的手势啊，一起来点一点，家人们。有票的哥哥，我们上票；没票的哥哥，我们点赞啊，点一点，点一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五月飞雪，欢迎皇室家族。对，有票的哥哥我们上票，没有票的哥哥我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点右下角点赞，点快一点哦，点快一点，点快一点啊！谢谢展哥，感谢展哥。感谢五月飞雪，卡死了，欢迎周家琼大少。来，哥们，我们点一点，点一点，加油！谢谢展哥，谢谢。对，大家有票的哥哥，我们就点一点。我们上票，没票的哥哥点赞哦。来，家人们，加油，加油！还差三个人，助力一下。差三个人，助力，助力一下。还差三个人哦，家人们加油加油！谢谢，还差两个人，家人们。快快快，还差一个人，助力助力助力，只差一个人了，家人们，差一个人，欢迎红豆，差一个人啊，哥哥们，差一个人，助力助力。啊，救命啊，家人们，我们欢迎龙人，欢迎龙人哥哥，欢迎爱的守护。来，家人们，我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再发一个福袋啊，大家一起再抢一抢，抢一抢。当当当当当，谢谢安哥的啤酒，欢迎月亮哥哥，欢迎，感谢我们家小马，对面八十多分了，我们加油啊，家人们，我们点赞不要停，点赞不要停哦，点赞不要停啊，家人们，不要停不要停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大家哦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家人们，我们这个还有没有希望啊？家人们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还有没有希望？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希望了的感觉。大哥们都不在啊，大哥们都不在，怎么办？亲爱的好哥哥们，
坦荡。我的天哪，对面还比我们少票，感谢小马，谢谢小马。我的天哪，对面比我们的票还是少一点啊。绮罗，谢谢吴帅，谢谢长，谢谢洛晨，谢谢小姐姐，我们干脆一人搬首歌得了，辛苦啦。对，小姐姐，我们一人搬首歌吧，就咱们俩这相差很近，对呀、啊，一人搬首歌，一票之差呀，对呀、啊。你先来，你先来，然后我等一下后来。对，你先唱半首，我等一下来唱半首。你守塔，你守塔掉地了，你掉地了。我家一颗小心心偷塔没偷上去，没偷好时间。那是的，真的是。唱个啥呢？谢谢谢谢我们这个霸王爷。嗯。唱个拿手的吧，对，你唱个拿手的来。嗯嗯，欢迎于无声处，欢迎蓝莓。哇，你这个这么拿手，太优秀了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优秀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欢迎律师哥哥。哎呀一二呀，哎嘿一二呀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嘿，优秀优秀啊，唱的太好了，给你了，小姐姐你唱的太好了，是不是自愧不如了？我突然觉得我应该也唱一个大叔不要跑，来我唱一个可爱一点的歌啊，配合一下你好吧。嗯，来，好，你唱这么霸气的歌曲，我也唱个霸气的。好，来，家人们啊，来唱一首《大叔不要跑》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不会唱《精忠报国》。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。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离人的话，救命啊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了。哎呀你说呀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了。大叔啊嘿嘿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你说呀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发型不会不会欧帕啊。来配合一下对面的主播唱的歌啊，来配合一下啊。对，其实还有一首比较拿手的，就没好没来得及坦克嘛，是吧？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肯定不是那种，就不知道你听没听过。下一次我们互关一下，下次我要来再来找你，找你打一打。OK， 来来来，互关互关。OK OK， 关注你了，行，拜拜，那拜拜拜拜拜拜。家人们，对面这主播太霸气了，欢迎 KK， 对吧？太霸气了哦。大叔啊不要跑啊，哥们你们别跑啊。你们都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是不是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个湖南的辣妹子啊，喜欢唱歌，然后喜欢唠嗑，喜欢聊天，喜欢打 PK， 喜欢玩。大家要是有喜欢我的小伙伴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啊。还有 Max，
下午好啊 Max， 可以看到我了吗？你这两天都看不到我，好难过哟，真的。能不能看到我呀今天？我爱你。今天能看到我吗？能啊，今天能看到啦。哎呀我的天哪，你终于能看到我啦，你这个死鬼。昨天一天都看不到我，是网有问题吧？今天我好不好看 Max？ 快点夸我一下，赶快夸夸我。哦，今天下午你们都没有来，我好想你们哦，真的。你今天好看吗？想我了没有？想不想我？有一个美丽的看不全啊。还看不全吗？这个衣服有点显胖的感觉，但是戴了个面纱就好一点了，不是很显胖了，胖的地方都被我遮了。哦呵呵呵呵，抢福袋了，对，哥们可以抢福袋了哦。有一个，快点，我们占个榜啊，占个榜啊，哥们啊，进来的哥哥占个榜哦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对，过下灯牌啊，过一过灯牌，听到没有？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依然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依然啊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么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要爱依然妹妹哦，今天这个眼睛迷不迷人？今天我特意在这个眼睛上面搞了一点亮闪闪的光。对啊，感谢 Max 哦，我要 Max， 我们打一把，我们下播了，我五点钟要去开会啊，真的，我们玩一把好不好？玩一把，我要下了哦。我看一下刚刚那个谁在干嘛？好，又开会。对，今天最后一个会了。明天 Max， 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？可能有团战哎，到时候要喊你们过来打团战。明天晚上8点半以后，马上开会要安排打团战的事情。打一把团战，跟一个主播 PK， 固定好的，是官方安排的。至于有什么奖励，我等一下去听一下，开会就知道了有什么奖励。明天晚上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们发信息哦，我要喊你们过来帮我打团战，就是跟一个主播要 PK， 是官方安排好的。你到时候有没有时间啊？唬你啊，听到了没有？对，马上等一下要去开会了。打多长时间？打一把 PK， 就一把 PK 啊、嗯、对 Hello 丢丢，就一把 PK， 几点钟开始还没有确定时间，到时候要约一下啊、嗯，我都约上 PK 了啊、哦！没有没有，是官方的，官方 PK， 嗯。官方都给约 PK 了，怎么没有我？怎么官方 PK？ 哦，我是和那个唱歌主播的一个活动，嗯。哦。对对对。行，
只有一把 PK， 就打一把，要所有家人一起上的，就打，就是相当于咱们家跟另外一家打 PK。具体几点开始，我要去开会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丢丢，来，我们先搞一把，来。哦，行，玩什么的？谁输了谁就谁输了谁就干嘛嘞？我想想啊、哦，嗯。倒背乘法口诀表吧，或者数鸡蛋也倒背乘法口诀表，玩过吗？没有。我多喊几个大哥，是啊，我要告诉你们呀，喊你们一起来要啊、嗯。倒背乘法口诀表。嗯，或者正背也可以。就是九九八十一，然后什么、八九七十二这样子，对对对，七对玩过吗？谁输了谁倒背啊？嗯，好。过程还用玩？不玩了，过程不玩。嗯，好，闭麦。嗯，对，我要多喊几个人，然后你们要背一点票哦，你们要背一点票。明天晚上，应该是明天晚上，我会发视频的。我会发视频，具体时间我到时候会发到视频里面。我到时候喊你，还有陈香哥哥他们都会喊一下。因为只打一把 PK， 打完就没有了，所以要集中火力。所有人都要到那个点儿来。他只有一把，他三个人助力一下啊！啊，到时候要有时间，你要抽时间来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？听到没 ？OK， 好。感谢小马，谢谢。我估计能者多劳，你要多背一点哦。能者多劳啊，啊 ，Max 啊。到时候不知道对手会准备多少票，我怕对手他们可能是十万票以上，估计不晓得对手是多少票。你不能啊，你不能，那你要想办法，你得想办法，你明天得想办法。 Max， 感谢 Max， 你得想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打一把，不是打多把的，要集中火力。打完这把，我马上下播去听去开会了。打完这把，我下播开会去了。嗯，谢谢我们的小马守塔。对啊，你要帮我想想办法，我第一次参加官方活动，哎，我没有参加过，这第一次啊！到时候一定要报名啊！我再多喊几个人啊！我再多喊几个。紧张的，真的，这一次的这个团战我没有搞过，第一次打。我不能者不多劳，不啊，你就是能者，你得多劳，你要想点办法 ，Max。啊，感谢 Max， 谢谢。好了，欢迎香水有毒，我们拿下了，真的拿下了，丢丢，我不惩罚你了，丢丢。哎，行吧，对你都没有破百，又耽误你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加油加油，我也经常这样，我也经常没票。
要不我大哥在，我也没票。嗯，真是，我都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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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啊，加油！欢迎潇洒人生哥哥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想办法 ，Max， 你要想办法。嗯。听到没有？你帮我。欢迎潇洒哥。你从今天开始，今天我等一下去做美容了，我等一下就不播了，今天晚上不一定播了，所以你们想想办法哈。明天啊，明天晚上哦，集中火力啊，听到没？啊，要乖哦，听到没？要帮我想办法、哦、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谢谢谢谢小雅，潇洒哥哥，你这中的什么东西没有啊？潇洒哥，行，那我瞎了，我瞎了，我赶快去，我去开会了啊！听到没 ，Max 啊，潇洒哥，我走了啊。下次开会，好，拜拜。嗯。